想坦白我们的冷多与苦，你说谁心他没有微信好孤独。哇，你看有他偶像的歌，再说一遍，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多孤独，水星它没有卫星多孤独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句歌词好妙，对，所以就有比较印象一点。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它没有卫星多孤独，多好。嗯，请看。这边有人熟悉吗？有没有人熟的？没有哈。有，熟不熟？萌点熟。你感觉？我感觉有一个小地方本来有对，但是后来又，所以有一点不稳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有只有一个，有你刚才唱的跟这个不太一样。火星啊！啊，我刚刚唱什么？你刚刚你还问他你想骗答案啊？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多孤独。对啊，我刚刚唱。你现在是看那个字唱，你刚刚没有来，你不要看字唱，你不要看那边，你看着这边，你再唱一遍。哎，这边有答案。从前一句开始。M I L L I O N S I N G E R。答案确定。英文呢？没有，没有，你不要看着那个字幕，你看着字幕。确定。不对，不对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，真的，不要这么铁齿哦，在本节目铁齿的人会遭受千古的骂名啊，在后面会遭受万世的羞辱哦。可是刚刚我唱，为什么字幕会打跟我不一样的？那我就要不是因为你后来念的时候，你后来有再讲一遍嘛？因为有时候你唱的时候，叭叭叭叭叭叭，他不一定听得清楚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上一句是什么？上一句是什么？我要把提示可以看上一句吗？上一句是什么？我要把提示留起来。好，来。当我想坦白我们的了，好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唱下一句。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好孤独。对呀。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好孤独。来看看他的答案。它没有卫星。可是我刚这对吗？这对，哎，你刚刚是唱多孤独是不是？你唱多孤独啊，对呀。哎，你看，我们绝对不能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。好孤独啦！他看起来很斯文，其实铁齿的要命，固执到惹人厌。好，等一下我唱完之后我就不要再读。好，然后他就自己瞎打哦。现实这样有比较舒服一点吗？哦，你管他舒不舒服，是你闯关的。确定？答案确定？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怎么会哭？回违两年，情歌王子张栋梁终于带着最新专辑来报道。上回闯关成绩相当优秀的他，今天能不能再创佳绩呢？我能撑得住。终于发行新专辑的张栋梁。别再惊动爱情。哇，真是久哎哈。一般来讲，通常你们的间隔是多久可以忍受的？其实我之前都维持在一张，一年一张，然后这比较还有一部偶像剧，然后所以它会有原声带什么之类的。可是这一次除了拍戏啊，你就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对，然后自己休息一下哦，想让自己休息一下，然后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，所以这次超过了两年。对，所以这张专辑你可以听到他的歌声。可以看到他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想法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通常比赛过的人会唱很多歌，请看。可是阿林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歌迷都叫我忘词什么，忘词什么，忘词王，忘词。原来你才是忘词王啊！操，都 X 战警在那边。我自己的歌，我自己的歌，那个忘词的情况也还蛮常出。那恭喜你了。那你上次过几关？他们说我在第八关的时候失败。我是优质音乐人啊！对啊，这种忘词王也可以过七关啊！所以我做到了优质音乐人。今天我只要达到音乐人，我就很开心。我保证让你三关不要顺畅的过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关你想要选的是，这选项都看不出会是什么歌。张学友啊，
哦，张学友啊。我先想先用爱情。爱情。别再轻动爱情，要先，好了，先用张学友好了。咦？你再这样，我自己帮你选白云歌，我告诉你。到底要？就爱情啊，别再惊动爱情。我下一个选项选张学友。我管你的，爱情。好、oh, ，真的是都是爱情。范围虽然广，可是题目不难。齐秦的《爱情宣言》，巫启贤的《爱情傀儡》，张宇的《爱情条约》。爱情傀儡啊！爱情傀儡啊！你选的一点气势都没有。好，爱情傀儡，你还给我跺脚啊！我告诉你，还给我 CD。爱情傀儡，巫启贤，1994年的作品。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，何必在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的美？我真的好累，你要的我都学不会，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喝醉。哎，你麦克风一直拉很远呢，哈！我好累，这个是我真的好累。哎，降 key 哦，却为你付出了一切。好，虽然 key 高，可是不影响他的记忆力。13个字，请看。以前表演都会降 key 啦，这首有唱过，应该啦，歌词应该。这个每个人有他自己最适合的音域，唱出来是最好听的。所以这么熟悉。我真的好累，却为你付出了一切。OK， 好，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接下来就是黄冠白云。你刚前面讲的话是你以为我们没听到，你以为没录影啊？让他选，不是因为这两首没有，我觉得单位白云哥当然是开玩笑，他刚刚说他要选张学友，现在他又要什么这么会哭？怎么会哭？哦，这么会哭？怎么会哭？这么会哭？怎么会哭？是我的歌，他们就这么会哭，哦，就是说都有哭，哭的歌有什么？哭笑不得，哭沙，哭了，想哭就当我还你哭，他会。什么想哭就当我还你哭，他会不会出我的新歌？怎么会哭这样？不可能，是吗？哎呦，这么难搞！而且我跟你讲，你说新歌根本 KTV 都没有了，哦，卡拉还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对，来，哭哭哭！张学友青年演唱会，赶快！再不让你选，你又换了。你看看，张学友3首作品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情愿 Let Me Go。他来听我的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大家都很熟的，只是歌词段落多。对，从十几岁唱到40几岁，他让你唱最后一段你就完了。好，来吧，他来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张学友1999年的作品。嘿嘿嘿，陪着流眼泪。我只会到25岁，那你下面要认输啊！提示团，哎，还没到了。我唱的他心醉，我唱的他心碎，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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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这个我就一定要，你要，我来问一下哈，提示团会不会唱？会唱，多会，等一下，女生多会，你听口气就知道，超会。好，请出来，谢谢。提示团请上，多么的喜悦啊！哇，菲菲，白云掉下来。哇塞，你看眼神充满杀气，好饿。在这边抓个痒啊！来，请唱。岁月在听我们唱，无怨无悔。岁月在听我们唱，无怨无悔。11个字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菲菲的答案。看到这个答案，脑子里有浮现吗？没有。漂亮，真的，我只能完全的信任。我跟你讲，上来的女生都是东方不败。
啊，当然有可能你是第一个。可以了，可以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张栋梁是不是第一个牺牲的人呢？不是。威力还是很厉害，赶快逃命，白玉来追你啦。你不要吓他，他待会从这边过来。你在那边堵他、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来吧。你想唱这么会哭是不是？这么会哭，因为哭的歌很多啊。所以才可怕啊！哭的，我好这么会哭，请看。哇塞！好久没有听到郑智化。别哭，我最爱的人，郑中基的《别哭》，陈奕迅的《想哭》，想哭。你为什么他们都要你选这首歌？因为 Eason 是我的偶像。你看，刚刚张学友他就没讲。陈奕迅2002年的作品《想哭》。我想哭，怎么哭？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。谈音乐，谈事实，不说爱，若无其事。原来是最狠的报复，都不在副歌哎，今天。下一段。当我想坦白我们的冷多与苦，你说谁心他没有微信，好孤独。哇，你看，有他，偶像的歌，再说一遍。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多孤独，水星它没有卫星多孤独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句歌词好妙，对，所以就有比较印象一点。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它没有卫星多孤独，多好。嗯，请看。这边有人熟悉吗？有没有人熟的？没有哈。有，熟不熟？萌点熟。你感觉？我感觉有一个小地方本来有对，但是后来又，所以有一点不稳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有改过、啊。只有一个，有你刚才唱的跟这个不太一样、哦。火星啊！啊，我刚刚唱什么？你刚唱的？你还问他？你想骗答案呐、啊？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多孤独。对啊，我刚刚唱这个、啊。你现在是看那个字唱，你刚刚没有听的时候。来，你不要看字唱，你不要看那边，你看着这边，你再唱一遍。哎，这边有答案。从前一句开始。M I L L I O N S I N G E R。答案确定。英文呢？没有，没有，你不要看着那个字幕，你看着这么确定。不对，不对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真的？不要这么铁齿哦。在本节目铁齿的人会遭受千古的骂名啊。在后面，后面会遭受万世的羞辱啊。可是刚刚我唱，为什么字幕会打跟我不一样的？那我就要不是因为你后来念的时候，你后来有再讲一遍嘛？因为有时候你唱的时候，叭叭叭叭叭叭，他不一定听得清楚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上一句是什么？上一句是什么？我要把提示留起来。可以看上一句吗？上一句是什么？我要把提示留起来。好，来。当我想坦白我们的了，好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唱下一句。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好孤独。对呀。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好孤独。来看看他答案。它没有卫星。可是我刚这对吗？这对。哎，你刚刚是唱多孤独是不是？你唱多孤独啊？对呀。哎，你看，我们绝对不能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。好孤独啦！他看起来很斯文，其实铁齿的要命，固执到惹人厌。好，等一下我唱完之后我就不要再读。好，然后他就自己瞎打哦。现实这样有比较舒服一点吗？哦，你管他舒不舒服，是你闯关的。确定？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好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。你看，刚答案是错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看他都没有错。对啊，所以这个问题，所以我现在要把眼睛闭起来。对对对，那你怎么选呢？下一关。
小旋风小太阳是林志颖，林志颖还有谁啊？钟汉良、范晓萱啊，范晓萱。小旋风小太阳小魔女，三小三小朋友，三角了，看三角。范晓萱，我爱洗澡，钟汉良 O R E N， 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。我爱洗澡，我会唱啊。他歌词有一半在那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。我跟你讲，你小心，他就考你那里了。对，会不会？而且哎，哪这么好的师姐范晓萱，你赶紧帮我。我会，好，那我选我爱洗澡。我爱洗澡，范晓萱，1997年的作品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啊啊啊啊，带上浴帽唱唱跳跳，啊啊啊啊，美人鱼想逃跑。上头头下洗洗左左左右右右右，看再来握握手。上头头下洗洗左左左右右右，我家的浴缸好好坐啊，是马桶吧？上冲好，你是左上冲。上头头下洗洗左左左右右右，我家的。什么马桶？马桶不好听啊！浴我家的浴缸好好做。十四个字，请看。你虽然会唱这个歌，可是你不适合唱。那种歌就是很可爱，那种你那种声音一低就很像那种新马痴汉。新马痴汉，就感觉、欸、感觉像在 order 没？小朋友要不要洗澡啊？我刚纯粹是觉得他的歌词比较少。师姐，这样有舒服吗？啊，还好，可是应该是这个啊，我还蛮确定的。我问你，师姐，你觉得你看一样，上一题也是你觉得没问题，你觉得师姐会不会害你？你觉得她会不会害你？她没有说，哎呦，感觉啊很干净哦。左搓搓右揉揉，我家的浴缸好好做。确定？好，确定了哈。是做吗？确定了，对不对？不三选一吗？答案确定。啊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四题是一个人。师姐，你做效果啊？对呀。啊，你们小学生现在很重心机耶。哎呀。不要这样嘛。嗯，还大得多啊。没有啦。不要这样嘛。吃不到不读不到皮。一二三四四题。我跟你讲，对唱对唱几率还比较大一点。嗯，好，来，请看。喂，好，苏芮玉、他平的，请跟我来。孙建平、邓妙华，哦，这是早期的新加坡女歌手。哦，对，妙华。树是1988年的作品，十足。然后王杰、叶欢，1988年呐、啊，也是早你是我早远的歌曲了。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。你要选，请跟我来，是不是？有人会唱，请跟我来。谁会唱？请跟我来。其实。我跟你讲，正好这三首是都是正好我出生前我竟然会认得的歌，那就去嘛，快！所以意思是这种话，请跟我对啊，就去嘛，去嘛，快！请跟我来，苏芮、于开明，1983年的作品。别说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，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，十个字，请看。拜拜。你说白肉是吧？拜拜拜拜。我觉得听起来很合理啦。这个歌你是会背歌词那种吗？不是，要看的。对，一定要看着。所以听到他唱出答案，你就觉得哎，好像跟我的。对，但是因为通常我的直觉都是错的，所以你还是把我当花，我的花当屁好了。可是这首我有背过，有背过，有表演过。哦，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，所以这种歌是不需要看字幕型的，对不对？是没有在复习这首歌，可是应该还蛮确定。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，确定了。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，哦，确定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小姐，谢谢如 ，Spring Chicken， 谢谢啊。
好，不错，五关了，音乐人有望，台语歌啦。啊，你很奇怪，哦，不是因为这一张，其实这一张宣传期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跟台语没有缘分。我成全你，台语歌。哈，叫我的名，叫我的名，我表演过。了不起，哇，你赚大钱好不好？叫我的名，吴启贤，1995年歌名。想抓的我的名。是大着一世人，上惊日头为将咱拆散。虽然离开遐尼远，阮犹原会知影，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。叫阮的名，阮用一心真诚听。当初细汉袂符合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。厉害，再来一次，赶快，趁着记忆犹新。哎，上一句是什么？叫我，阮用一心真诚听。当初细汉袂符合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。好顺呐，请看。可是你叫我，当初细汉未复，可是你知道是这些意思吗？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那时候是用硬背的，听音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。当初虽然未复合的了解，你是有哪些命？所以跟你的记忆完全吻合。确定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不错不错不错，现在我几题了？第五关了，音乐人出现了。耶，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人张栋梁。小师妹她也从来没有不试过音乐人啊，是不是？应该小学生都可以当音乐人了。好，那下来就有一部电影吧。有部电影，结果什么电影？初恋红豆冰，里面有阿牛、静茹、请心杰、看品冠，这么多人哦，好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加入演出哈。曹格 Superwoman， 阿牛大肚男，梁静茹燕尾蝶。哦，这个梁静茹，2004年的作品。为你放弃自由，要为你左右。你是风，你是借我的耳膜。破碎的燕尾蝶，在做最后的美梦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，让我做燕尾蝶，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短暂欢乐和感动。好了，第二段了。兴高采烈的破蛹，冲破新鲜的冲动，寻找爱情世界美梦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个一定要三选一。哇！哎，我还有，不会还可以这么帅哈？来，三选一跟一字嘛，一定是三选一，请看。三选一有时候也蛮难的。更要好像一定是不顺 ，C 去掉 ，A B 二选一。既然不是猫，有谁会吗？也要装脸。哎呀耶！真的假的？他睡着了。要不是我喊个赖雅妍啊，他已经打呼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唱赖雅妍救了你。对了，他唱赖雅妍了，我才醒来了。他那个燕尾蝶前奏他就在睡了。那么吵的歌，他睡得着啊？哦，越吵他越好睡。对，如果你不叫他，他整个人压到你身上，会不会？对呀，有没有墨镜给他戴好了，比较不会拍到他？哎，不要，没有那么大的墨镜了。对呀，你已经呼到宋心里吓一跳。我觉得你要不要把椅子拿走，你就躺着睡吧。擦眼泪。你们好残忍哦，叫他录这么久的节目。他一般做超过一个小时就很好了，没有一个半小时之后就会睡了啦。你不是录那个现场节目也会睡着吗？没有，那个是因为太累了，太晚了啦，也太晚了之后啦。提示团，干你什么事啊？
你以为我累了是不是？提示窗用过了。对对对。A A 唱起来是最顺的。他的答案已经确定了，对吗 ？A， 其他两个我觉得唱起来就是 K K 的，就要壮烈，更要壮烈，壮烈。好，答案确定哈。也要壮烈的扑火。好 ，A， 答案确定。你觉得不是 A 对不对？不是。那应该是什么？B 啊，确定吗？你是静茹的歌迷吗？你可 是搞半天，静茹的歌迷拿着栋梁的牌子，人在芬邦心在汉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已经确定了吗？来不及了啦，已经变蓝色的了。电脑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回不了上页了。嗯，好吧，不要急，也许你会过。对，请揭晓。凶多吉少。确定？你确定吗？你感觉对不对？为什么我每次都看一看正确解答？二了。OK，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，张栋梁蛮固执的。对啊，固执有好处啦。哎，可以去晒太阳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天黑了。天黑了晒什么太阳？我去晒月亮。晒日光灯啊！哎，要吃饭了没有？便当来了，便当来了。好了，不要急，发行新专辑过了两年多的时间，终于看到他的新专辑。别再惊动爱情，今天来到百万大歌星第七关失败，刚好是我们的音乐人。一万五千元送给张栋梁同学。